丝路节点，西域乐园，一座消失的王城，讲述几百年通商的繁华。黄渠水，将军府，民生与国本，跨越战火，超脱荣辱，十万屯垦兵团，一腔青春热血，守卫家园与爱情。天山奇景，香满滦壑，铸就新的梦想与繁荣。霍城，历史转身处，梦想徐徐展开。公元十三世纪，无数欧洲人跋过黑海，一路跋涉来到古老的东方。在这条贯通中西的漫漫长路上，有一座名叫阿利马里的都市，是当时的必经之路。这幅壁画的作者是十四世纪著名画家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壁画描绘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的阿利马里城。据史籍记载，阿利马里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霍城县境内。这座繁华的故城魔力般吸引着当时的西方人，来自世界各国的旅行者留下了这座故城最早的相关资料。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阿利马里城却消失无踪。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找到他的踪迹。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研究员安英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耶律楚材撰写的《西游录》中发现了踪迹。昔人牧林禽曰阿里马，覆郭皆林禽原幼，由此名焉。林禽即苹果，阿利马里亦为苹果城。今天的霍城仍然多处可见苹果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安英新经常听说霍城芦草沟镇以西的一些果园里，常常有农民在耕作时发现一些谷物。农民在犁地的时候，你就是跟着那个犁花走，你到现在还可以采集到好多一些镜片了，还有一些瓷片了等等的，包括窖藏的这个朝代汗国的金银币了。2015年8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合作，用高科技手段在霍城克干山南麓对传说中的故城范围进行了勘探。几个月之后，一座完整的故城遗址显示出来。通过几个月的努力，证实了
我们的脚下埋藏着一个从辽代到元代的一个说庞大的古城，就在我们脚下。经过考古勘探，一座面积20多平方千米的故城遗址呈现在人们面前。整座故城坐北朝南，街道俨然，房屋林立。居住区、集市、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一清二楚。我也做了40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了，像这样的情况没有堆积，房子建筑遗迹规模这么大，文物遗迹在地下分布这么丰富的，我没见过。将来一旦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会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会震惊世界。阿利马里城原是唐朝时游牧民族葛罗路部的城池，始建于何时无人考证。公元1211年前后，阿利马里城主率部归顺成吉思汗。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4个儿子，二子察合台封于中亚，即著名的察合台汗国，阿利马里即察合台汗国首都。鼎盛时期的阿利马里城四周绵延25千米，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城。途经此地可以大大缩短从欧洲到达东方的时间。因为交通的便利，阿利马里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丝路北道的要冲。15世纪下半叶，在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汗国的战争中，阿利马里遭到反复的破坏，最终衰落荒废。往昔的喧嚣繁华已经淡然远去，古老的城邦讲述着新的故事，新的繁荣。霍城在历史的新陈代谢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夏永成一直在霍城县从事文物保护工作。2013年，他主持重修伊犁将军府的过程中，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将军府偏殿布置了展示。这组按故宫文物复制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是乾隆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等人起稿创作，在法国刻制铜版，历时13年全部完成的。这部画作描述的是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情景。公元1759年，乾隆皇帝成功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南疆的大小和卓的叛乱后，整个新疆被清政府完全控制。就是到了乾隆年间，他呢吸取了历代中央王朝治理区的经验，他采取的是用军府制度来管辖新疆，所以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犁是新疆通往中亚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新疆的中心。伊犁将军作为当时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统领全疆事务，
其管辖区域包括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东起哈密、西含帕米尔高原，连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北达阿尔泰、南至喀拉昆仑山脉的天山南北辽阔地域。公元1763年，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在伊犁河北岸建造城池，作为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官署的所在地，也是统辖新疆的治所。乾隆赐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此后，慧远城周围又陆续建起了八座卫星城，统称为伊犁九城。为巩固慧远作为新疆首府的军政地位，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在伊犁九城屯垦戍防。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而国内居民也纷纷来此定居。慧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新疆最大的政治、经济和行政中心。清晨，慧远古城钟鼓楼的钟声敲响，古稀之年的杨炳仁唱着新疆曲子剧，唱词中的故事讲述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这座古城曾经决定着整个新疆地区的安定与和平。1871年，慧远老城毁于战火。1882年，清政府在距离旧城7000多米处又进行了重建。1762年至1912年，共有45位、62任伊犁将军坐镇慧远，守卫疆土，成就了西域一个时期宝贵的安宁。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省府设在迪化，慧远城逐渐失去了全疆政治中心的地位。伊犁将军的权限缩小，主要负责北疆防务。伊犁将军不再管理民事行政事务，慧远城逐渐衰落。1914年，民国政府以霍尔果斯河为名，在原慧远城所辖范围内设霍尔果斯县。县城是当年伊犁九城之一的拱辰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行文简便，取霍尔果斯的霍字和拱辰城的城字简写为霍城，县名沿用至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公元1841年，56岁的林则徐因禁烟遭贬，发配伊犁，在西安与家人分别时写下了这首诗。此后，林则徐父子三人经过4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伊犁的慧远城，并在此居住2年多时间。
慧远城旁边的黄渠村因渠得名，绵延90多千米的黄渠已经在此流淌了100多年。黄渠是伊犁人对清代兴建渠道的一种泛称，而最著名的这条大黄渠正是当年被贬伊犁的林则徐所修，因此人们又称它为林公渠。林则徐以治水闻名，在任期间曾多处兴修水利，而时任伊犁将军的布彦泰为复垦荒芜多年的阿奇乌苏地需要兴修伊犁河水利，便想到了发配新疆不久的林则徐。林则徐承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公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亚森尼亚兹一直把守着这道水闸，随着水闸开启，喀什河奔向黄渠村。20世纪50年代后，黄渠历经4次大修，灌溉面积扩大到80万亩，实现了80%河道防渗。百年黄渠水见证了两岸农业的繁荣，也为周边的工业、电力、渔业、城市绿化提供着充足的水源。如今的黄渠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渠系供水的稳定性，还在龙口和总干渠实现了自动化调水，在灌区实现了科学配水。草原之夜又叫东方小夜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之一。这首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的小夜曲是纪录电影《绿色的原野》插曲，它的诞生地就在今天的霍城县。清明节前夕，严新秋老人只身一人来到慧远烈士陵园，凭吊那些为新疆建设牺牲的兵团战友。新疆和平解放后，天山南北百废待兴，为了支援边疆建设，1954年8月，
驻新疆人民解放军部队整编组建生产建设兵团，10余万人分赴全疆各地披荆斩棘，投身经济建设。无数年轻人在这片土地上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闫新秋是第一代军垦人。1950年，他跟随部队进驻霍城垦荒时，如同歌里所唱，心里装着家乡的爱人。人家在省党校毕业，人家22岁了就是入党了，就青年党员。我在这里什么条件啊？工资也没有人家高，职务也没有人家高，什么都不行。所以说我说还是不要叫人家来。哎，他你要来，他来也不后悔。来自不同民族的战士们在可可达拉草原上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运土块、修盖房子，晚上在荒原上燃起篝火、融化冻土，战天斗地的热情和藏在心中的爱情，组成了这些年轻战士生活的主旋律。1959年，按照中央指示，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军垦战士建设边疆的大型纪录片，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导演张嘉译将纪录片的拍摄地点选在了当时霍城县境内的可可达拉农场。春天，张嘉译率领纪录片摄制组赶赴霍尔果斯河畔，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员田歌被挑选为纪录片作曲。纪录片开拍的时候，导演张嘉译和作曲田歌被草原上发生的这些美好故事深深打动。一个傍晚，伴着落日余晖和远处传来的歌声，张嘉译和田歌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成为《绿色的原野》这部纪录片的动人旋律，整个纪录片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修渠、垦荒、种树、建屋，种植水稻和棉花，改善盐碱地，整整一代人把他们最宝贵的年华甚至生命留给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荒蛮之地，在他们的付出中渐渐变成风景宜人的绿洲家园。如今放眼望去，克干山下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矗立于千里沃野之上。岁月峥嵘，时光有情，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建起的家园，成为当代霍城人最坚实的精神底座。每到金秋时节，当地村民就会到山间去采集野果，制作最原生的食物。这些美味源自天山的阔叶林生态系统。这里不仅是亚洲唯一的野生樱桃李原产地，还生长着伊犁最壮观的雪岭云杉天然原始森林。
在这片森林、草原、荒漠汇集的地方，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塔西帕卡的小生灵尤为特别。在维吾尔族语言中，塔西是指石头，帕卡意为癞蛤蟆。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其实是一种乌龟，这种乌龟名叫四爪陆龟，又叫草原龟、中亚龟、汉龟。它们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2亿年，是中亚地区特有的孑遗物种。这种古老的物种生长缓慢，繁殖率低，雌性四爪陆龟一胎仅能产卵2-3枚，而幼龟需要漫长的10到12年才能达到性成熟。20世纪中叶以来，四爪陆龟的生存范围逐渐萎缩。曾经广泛分布于新疆荒漠地带的四爪陆龟，只剩下少量在霍城县北部出现，而这片森林是它们最后的家园。四爪陆龟在野外的天敌也比较多，生存的环境的恶化、人类的捕杀、雄雌比例的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四爪陆龟呢，它们的数量呢，急剧的减少。从40多年前开始，当地居民自发承担起了保护四爪陆龟的职责。1983年，霍城县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爬行动物保护区——新疆霍城四爪陆龟自然保护区。从那时起，科研工作者对四爪陆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建立起了四爪陆龟生物特性的数据库，并开始尝试对四爪陆龟进行人工饲养和野化放养工程。伊利扎提几乎熟悉保护区内所有的陆龟，他把曾经照顾过的陆龟放入大自然，多年以后再见到，依然能认出来。经过30多年的保护工作，四爪陆龟野生种群的减少速度得到遏制，人工饲养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2016年，新疆霍城四爪陆龟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到3.5万公顷。伊犁河谷的壮美哺育了世代繁衍的霍城人，也哺育了这片土地上特有的生灵。守护四爪陆龟的家园，也是守护人们自己的家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就了天山脚下最美丽的天然森林。依草这种开着淡紫色花朵、芬芳宜人的植物，在几十年间改变了霍城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霍城人的生活方式。薰衣草原产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高原地区，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引入中国。196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5团首次把它从北京植物园移植到伊犁地区。王丽是新疆芳香植物工程技术中心高级实验师，他见证了霍城薰衣草产业迈入新时代的历程。薰衣草在霍城县的这个引种历史呢，大概在16年以上了啊。当时引进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品种，就是法国蓝。后来呢，这种高产的薰衣草呢，引种呢，实际上
能够花开两季的薰衣草啊，它的品质呢可以和法国普罗旺斯相媲美，也是中国最好的薰衣草。几十年来，霍城薰衣草产业在第一代创业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从最初单一的浅加工发展到多领域深加工，再到今天借助互联网及电子商务，走向了更广阔、更专业的市场。薰衣草改变了霍城许多人的生活，新的产业链日趋完善，丰厚的利润让种植者过上理想的生活。而薰衣草产业本身浩瀚的美丽与浪漫的文化内涵，也成为霍城全域旅游的重要支撑点。所有这一切，因为有了一座桥而飞速发展，这就是果子沟大桥。果子沟大桥从诞生之初就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人们赞誉它美冠全江。摄影发烧友任庸军，同时也是果子沟大桥建设工程的参与者。2007年的时候，我们新建果子沟大桥，那个时候道路很烂，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我们都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比方说人扛啊、马拉呀、啊，就是把建筑材料送到那个施工现场去。果子沟，北上赛里木湖，南下伊犁河谷，是一条28千米的著名峡谷，被誉为天堑和鬼门沟。因为沟壑纵深、山陡坡险，所以严重地困扰着当地人的生活生产。2011年，果子沟大桥正式通车，成为新疆路桥建设史上一大奇迹。果子沟大桥在新疆第一次使用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技术，塔梁异步施工工艺、液压爬模、自行式移动模架等国内领先技术。新技术、新结构、新工艺和新设备，创造了30项国内大桥建设第一的辉煌纪录。蜿蜒飞架的大桥将霍城的旅游业及薰衣草产业推向了新的高峰。如今，享有中国薰衣草之乡美誉的霍城，与象征爱情的植物为伴，绽放出古丝路要塞的富饶与繁华，绽放出当今霍城人的浪漫和温馨，绽放出塞上江南的一片新天地。霍尔果寺的风光映衬出当代霍城的绚烂华彩，伊犁河谷的波涛见证着美丽边疆的浪漫转身。戍边的英魂与战鼓，烽烟叠血，万古长歌。屯垦的热血与爱情，装点草原，铸造
丰碑。东方与西方在这里交汇，历史与未来在这里相遇。河水荡荡，芳香阵阵，霍城从文化融合中走来，向繁荣复兴走去。